天我们楞严经还在开始的时候啊，上一次有错误的时间已经改正了啊，现在我们还是重复一道原文，尤其希望今天同学们更留意一下文字。我们身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文字。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文字，还不会写作中国文字，那是很可耻的事，不大好啊。现在正好借此练习，中原文字是于是我闻，于是佛来斯罗帕城。其爱真实于大比丘众且250人居，这应该是一节一小节啊，这是叫现在写作的方法。上次介绍到，现在我们在经文里头第二节介绍佛学的常识与佛教的关系，上次解释了比丘出家人，那么这个有错误，这次做了更正。现在继续这个观念，比丘这是佛教的出家人啊，男性的出家就是比丘，女性的根据印度梵文的习惯加一个尾音是女。女子的阴身代表是女性，所以女性成了比丘尼。我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这个习惯就尊称男性的出家人为和尚。和尚真正的意义就是大师、法师，也就是和服这个意思啊。这个普通我们叫女性出家女姑，这个也是真心，女就是由比丘尼来，姑就是有真心，我们称自己的长辈姑妈阿姑啊，所以女姑合起来原始和尚女姑是真心。这个文化流传久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沿海以前三教三家总归起来，儒家墨家道家啊，你要勤快的啊，儒墨道三家。唐宗以后变成儒家释家，就是佛家儒释道三家，中国文化三大的主流文化流传久了，有时候变成把很珍贵的话重要的话变成普通，甚至有时候变成幽默化。其实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意思是皈依，南无是梵文的音，男用闽南语用广东话来念就是那，这个无字就是闽南语的博，广东话的摸就是用广东话唐代的发音，所以南无两个字就是南无，就是梵音，当时梵文的音，南无的意思就是皈依，白字旁边一个板子，有些年轻人都成白衣了啊，不对的，归就是归了，归家的归字相同啊，归家的归字相同，那么就是归一的意思啊，所谓归一就是归命一子，归命一子啊，
就是安身立命，专心一致，一直从学，从佛的教理去修行，去学习。那么中文旧的古文这四个字把它包括了，就是归命一致，这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号，那我们将来下面会有再讲。这个可是流传了几千年，有时候我们骂人也用阿弥陀佛，想说看到人家倒霉了跌了跤了阿弥陀佛，那就变成坏意了，本来是一句好话变成坏意，等于和尚念佛一样，本来是最真心的话，那个文化流传久了古老了，有时候变成幽默化。可是我们不能够错误太久，自己应该现在知道加以说明，所以比丘的。因此那个出家人比丘严格的说起来，不能单用一个身子来代表啊，你要诚恳的擦替他擦黑板，哈哈，这个身身了不念真啊，真啊，不要，要说我的读音也不懂啊，我们中国人认识字啊，往往都是变成有边的念边，没有边的念中间啊，看看差不多，自己也不查字典就念下去了，这不要念真真，就是说真情那个真字一样的发音，这个真都是真啊，真。也是由梵文出教的文化里头来啊，梵文啊，真对不对啊？你问问他们懂啊？你不懂你不要直接写啊，不要冒充内行，那你看他写说事情啊，你帮忙他一下这个这个身，这个字转成是身写，人字旁边一个家，身写，这个不念家啊。假设这个家的有个斗字，应该念家啊。居士家嘛，你不我们念惯了，或者就是念佛家啊。那么这个身写，这个是茄子。生茄是梵文的单音，后来把下面就变成了一个生字代表。生茄的意思就是生团，所以我们常常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古法都教育出来的真正有真修持的这个生团啊。就是说团体或者是女的出家的男的出家的这个僧团，那么这个僧团就僧伽，那有些僧伽念咒子，念佛教的咒子常常会念到僧伽呀啊，僧伽呀，这个就是这个僧团有修行的有道的一个生产。那么生前的意思我们绝对要注意啊，生前为什么叫生前呢？一个真正出教的弟子出家的弟子在一起，这是一个生产。那我们现在观念用生产就生前，不过古人不用这个传人不能直接用这个生前呢在形式上是一个团体，但是他这个名称的内意作为生前出家有修行的一群人这一群这一团这一班都很有修行的生前。
所以这个身叫做有一个身团在一起，有六合正，普通佛说讲六种和平相处，彼此尊重。所以真正的佛教徒就要了解这个精神。我觉得六福正的精神不大是一个佛教所家人应该了解应该知道，我们学佛的弟子在家人也应该知道，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教化精神之所需。所以六合正不大懂了以后，这个真正才是修佛的，不管你出家在家，家庭也用得上，社会也用得上，一个团体也用得上，一个国家民族也用得上。这六种精神，六合正，比什么在任勇于还有高明的种类多了。所以一个身团人与人之间，修行人相处在一起，六个条件在和同舟，见和成长啊，利和同真，品真的真，身和同志身体，口和无真，意和愉悦，就愉悦那个意啊，愉悦回去了，啊，愉，嗯，嗯，啊，意和六合正，公正的正，所以你给他讲一声，不要喷腿，这个时候啊，啊，这个小子给他啊，六合正，啊。这六点特别特别注意，我们真正修复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了。这不能够说是要求一个出家人哦，我们每一个人要求自己，要求家庭、社会、团体、国家、天下的一样，这是佛的文化。所以佛的教化一到中国，跟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能够普遍的变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主流，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这个一个修道的人，一个出家，一个团体的历史，第一是在和同舟。在律是什么？我昨天跟出家同学正有事讲到，所谓一切的在律，就是明辨是非，明白什么是非，明白道德行为的是非，这是在于这精神。明白啊，明白辨别道德行为的真正的是非，是就应该做，非就不能做。那么这就是在于精神。这在很多了，有小型债、大型债，这个冷面经里头会讨论到。我们勾起简单的说，所以人与人之间、团体之间相处，道德行为都要道德行为明辨是非。一个人是非的观念太清楚了，不会和平相处的。尤其我们说宗教做佛的人，修了三天佛，看看天下人都不是正人，都是混账，忘记了自己啊也是账混之一。那都拿一个圣贤的尺码要求人家，哎呀，他也不合规矩，那个也不合修行，搞了半天自己忘记了自己。那所以是非利害分别的太清楚，犯了基本一些观念，贪嗔痴。自然要求别人严格，对自己多原谅错误了。再和同舟，要求自己彼此多以道德的行为相处，和平
投爱相处，所以住在一起，共同为一个道德的行为来修持，这是一个增长。就是我们普通做人一样，一个家庭也一样，见和同在就可以了。见就是思想观念见解，人人之间相处见解不相同很痛苦的，见解相同啊，大家就是说文化观点修辞的观点要彼此研究沟通了相同，和平和脉的相处在一起，见解相同，见解不相同，就是说我们看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处得不好，所以宋代宋朝一个名儒陆象斋讲过两句名言，那位宋朝唐朝都有在皇帝前面中央政治有党派的斗争，派系的斗争，所以陆象斋很感慨讲了两句名言，他说小人之争啊等于厉害，普通小人并不是说那个富足小一点就是小人啊，大家地位低一点叫小人，就是普通人，普通啊，所谓心身斗小民，就是为了生活，利害关系得要争，君子之争，所谓君子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意见反映说，哎，知识君子之争在于意见，思想不同，见解不同。啊，君子之争啊，在于意见，这意见彼此不同，发生的争论，跟那个普通人利害之争是一模一样可怕，是人类的悲哀，不是利害之争，哎、啊，就是意见的相争，是修行人在一起，能够做到见解相同，那么就达到后面意识就沟通了，意识都是高兴的第六条，嘴里没有反感的言论啊，是口和五真了，修复修到五真的境界，口和五真，那么意识和和平合作能够互相相处，所以生活就同住，身体很和，和第一无病痛，大家都免除了病痛修正啊，情绪很稳定，来，那么就是生活了，都很健康，很健康一个人，没有神经病，也没有宗教生理病，来，这个。生活就能同住，彼此相利合同真，首先大家在一起利益真等，那就是普通都会讲现在标榜的美国的政治思想没有名字影响呢，真正出家人过去从令大庙是几千人，起码三五百人在一起，来自四方八面，而且在过去我们看到的出家人也不晓得他是哪里人，他什么出身也不知道，三人出家人坐在一起都很有礼貌啊，这个吃饭拿出来都是一点经验的，平常看不到，过去我们所谓喜欢到大路上看庙子啊，大的庙子正式了半天，逛了半天看不到一个影，一个回来也没有看见，就晓得等到吃饭的时候了，吃饭的时候迎盏一响，那就看到一个人排队自然就出来了，我们那个眼神是这个和尚哪里钻出来的啊，都看不到，那么都几百人出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挣了饭堂都在那里规规矩矩做到，那不会像我们这样炸起来啊，大家把筷子拿到手上啊，敲成碗敲成碗都没有啊，吃完了饭也没有经验，然后就正式看不见利真的五真的正在。所以这六条叫做六合正，彼此和平相处和爱，互相尊重的在一起。所以我经常发现佛教的伟大的精神和的教化，就懂了生前的六合正。这个精神和同志在家庭也一样，我们几个家庭能够做到夫妇之间和正，实际上我们中国文化的礼貌是家庭夫妇之间相正守正就不容易做到了。相正守正讲恋爱的时候追的时候，那大家都把自己那个坏毛病都盖起来了啊，等于彼此在开人一样，真就是开人。再生气呢也蒙住了。你好我好啊，在开人相认。结了婚以后就是不在开人了，就是在仇人了。那就半面空嘛。每个人玩自己的毛病是不相正如宾。你要改这个相正相视看到你是仇。那是仇人一样可怕他，也不能做到活着。所以即使我们在自己传统文化家庭的夫妇之间相争有分，也就是活着的精神。所以特别再到讲到比丘这个问题啊，特别再到佛法的文化这六合正，就在这一方面去学习去了解，成熟就够了。佛教有一句话啊，法生日出，出家日出，一个出家人一个修佛人，像第一个思想，哎呀我要修佛了，我要出家了，永远保持那一下的真诚诚恳诚熟有余，一直到成熟就够了。是出家之初，是开始那一念成熟就要有，还有多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了解了六合正的道理，可以说成熟要有，修炼就是修行成熟都在其中啊。现在我们讲到这里，我给诸位做个商量啊，接下来诸位做个要求，是我下诸位，我们楞严经本来应该啊，教你们一行一行讲下来再说。不过我翻译楞严大义变成白话的时候，一定不叫这个规矩，因为前面我们将来可以再回头来再说，说的那些弟子，他的出身关系，他的故事。各有一套，这些要专门研究佛学的时候慢慢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这一本经典，真正的精神。那么暂时所以这个一两页这个故事的开始接受了报告，将来再研究这个文字，然后重点啊马上接上楞严经的重点开始。所以我叫大家先别按了啊，这样不会吃亏。不然就是第一两页这个事情，我现在是用口头去报告了下诸位啊。这个楞严经的开始，在佛教过去讲经的法师们把它每一本经开始，为什么不要读这一本经典，这个故事怎么来的，这个历史怎么来的，那么过去都把这个段叫做每一本经的序年，
啊，这个训练呢、啊，这个确实，后来我们研究用的妥当不妥当还是问题。到时候论金刚经，我们普通念的，有一位金刚经本来读分章的，后来是两昭命太子把他封疆，梁武帝的儿子，这位太子啊，自己把他封断了，是封成32品，是分32个段落啊。他第一个的标题是法会应用，就是说说金刚经的这本经典书开始说。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来了？它不叫做虚念。我认为两个昭命太子这个观念，他素来是一个大文豪啊。因为他有本书，像我们小的时候念书，很小就接触了，叫做《昭命文选》，对，这部书是很有名的。那么，这个是他的文章的观点。文学的造诣非常高。我们现在把楞严经作为普通叫做续品的，就这个故事报告了一下，我们赶紧介绍这个楞严经的重点。这部经典开始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根据佛的制度，我们现在夏天到了，像我们这类出家同学们，明天就开始了。这个名称叫做接下，接下安置，也叫做接制，接制制度的那个制。明天4月15就开始了，现在是叫国历，过去呢叫阴历，11个月还是这个。所谓接下则佛的制度，安居出家人就生产住在一起，叫六合众共同在修行了。为什么呢？过去印度不像我们，从我们中国的南部啊，从台湾台中以南差不多啊，这个一年分三季，夏天是雨季，下雨特别多。下雨呢，都并不是为了路难走，雨水一多啊，草木就生长得快。那么这个热天来了，在湿度很高，雨水很多，天气很热，它叫热带，至少是温带。这个地区里头啊，这种除了人以外，各种虫、各种生物的生命，甚至细菌，生长的特别快。那么说到这个时候，叫出家的弟子们集中在一起，不准出门，出不也圆门，出不花园，不准了。第一，他在地下走路，好生活。杀生太多了。第二，夏天雨水多，到处像每个人家门口是花园讨饭吃啊，也很困难啊。这个气候的影响啊，病痛也多了，都不方便。因此他夏天除了建立了这个生产的制度，到了雨季这个夏天90天不准出门，出家的弟子们召集拢来住在一起，共同修行啊。此外，修禅呐、参禅呐、打坐，我们分成话叫坐禅呐 啊，自己好好修行，共同在一起，就是六合众这个生活，这个叫做接下安居。团体在一起休息，那么同时这样啊，夏天到尤其是印度，
人都认识脱光了的，其实太热了。还有些在这地方一天要泡三次水里头，我有时候不免失去了威仪，这个衣服有时候穿不住。这是一个出家修行的人，怕失去了威仪，所以在一起啊，共同修持管理很严谨。那么我们这里他们同学们每天就开始结下，要到了7月90天结下，7月。就是这个接下安居这一期可以出去花园花园了，个人都个人健康了，个人直接到哪里去都可以了。在这个接下中间是不准休息，条件生活，因此出教所家人的规矩，这个资历与这个最重要。我们常常看到和尚的传记啊，生下啊，夏天的夏，也叫做生腊。我们普通人过一年，12月冬天叫腊月，过年是冬天腊月12月。所以家人真正的过一年，就是以这个接下计算，所以要在有资格，在家人不能住在一起哦。这个时候接下的，在家人要分开了，不懂得这个分散在一起了啊。那么以这个真正接下一次，在个人上说，他是真正的个出家人。出家的岁数算一年，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中国文化里头，看高僧出家人的传记，这个年轻人就要知道了啊。这个人们古文系不知道的，古文研究所也不知道啊。现在告诉你们，所以说某某一个和尚死了。是寿，比如说90，就是说这个人活了90岁，生腊或者生夏都可以用啊。这个腊是采用中国人过年腊月那个意思，生腊60就晓得他这个人活了90岁，30岁出家，修了斋以后修了和尚60年。啊，生腊，所以有些在写得更清楚啊。假如说生腊60，就晓得他这个人90岁，出家60年，应该30岁出家。再腊28，还加一个再腊，就是说他出家居然30年啊，这个30岁出家。31、32岁的出家没有收债，这叫小和尚，叫沙弥，小沙弥啊。那么到了33岁也收了债，尤其在中国呢，收了烧了债吧，全世界没有烧债吧的，只有中国的出家人烧债吧，就是清朝人搞的啊。因为把你头上烧了记号，你到去这个身份证就可以查到你了啊，你不能造反了 啊。这个呢叫做债腊。那么将来你们懂了这个，看古文看古书不需要
很辛苦去查资料了，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好办了啊，不然要你的命，你要到处问，查到了好几个月，文章都写不下去了。那这样你看高僧传就一种了，哦，这个呢是一共九十岁，出家生下生腊六十啊，他出家六十年，当活了六十年，再腊啊，比如说啊，这个五十八哦，他前两年做沙弥，以后是老斋，正是大活呀，这个就懂了。所以讲到接下安置，所以这个楞严经的开始，这个果实注意哦，是夏天啊。所有一年接下安置，睡在火上坐在一起，他的弟子们都跟到他在一起，他自己等于现在说。竖起即兴啊，竖起中间统统来，他一个都不放松的，他老人家自己在督导。到了最后一天，最后有三天叫做自接下安居的自知日，这个楞严经有自知。自知是什么呢？就是七月，现在明天起，像我们这类同学明天起四月十五接下了安置了，就在不中在外面过夜了，那不中了一定要回到这个团体过夜啊。那还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出去了一个湖南也好，一个你国不能一个人走路，至少要两三个人一起，至少要五个人一路，就是你们住宿家里乃至非自己家里看妈妈也要几个人一路，不行的，出家等等要一路啊。一直到了他很多规矩了，所以他们这两天就准备了，就很严格管理自己的自动的，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我还要看到他们经理了，他们三导啊，除了叫我老师不相干的，我要是公正三导啊，所以明天起他们伟大的很了。啊，我就矮了大半截啊！看到他们要跪下啊，那他们就接下。到了七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最后叫自知日。自知日干什么？讨论会、检讨会，就是说这个受家下来跟到在一起，大家共同收拾的心得报告，甚至自己有错误。那甚至犯了错误都在这个里头讨论，这个字也可以比较放松一点，哎，还就是半天讨论了，半天放你们假，反正要经过的大放假。这个楞严经的开始啊，是这个时间开始。那么正统到佛有一次接下安居完了，佛的堂兄弟跟佛出家的相貌之好，佛有三十二相，阿难是参两相，跟佛一样，那当然非常庄严。那佛来讲，那我们普通话的漂亮啊，那个是漂亮的，一个真正漂亮人剃了光头还那么漂亮，那就叫做漂亮。因为我们头上还加上这是一种花样，给他加上去了啊，他是没有办法加花样的。光光的，那当然真漂亮，真庄严了。阿呢，就是碰到自知日，经过的检讨会迟到了，要赶回来，他出去有事。那一天，因为这个生产可以放假，所以这个社会国的不是你我皇帝，请佛带领一般弟子啊。通通请大请客，当然不是吃素斋供养佛及大弟子们，那么释迦牟尼佛带领一班弟子到皇宫去吃饭。那么同时那一天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诸位居士啊，也都晓得，哎呀，这个出家同学明天就是你家里也请几个，他家里也请几个，哦哟，那个印度的规矩，在修道的人出家人公正的很。现在你到泰国，看到一点点影子，那都要请回家来供养。
所以所有的出家人啊，一个嘴巴已经来不及吃了啊，到处请也没办法多长两个嘴巴，甚至也没办法变成三头六臂，这个生团里头都请光了。我们这位安南老兄，这位大师兄啊，徒弟堂弟出家了，他一个人在外面有事，大概这个整个里头没有记详细，也许不派他出去有事啊，回来迟到了，一个人回来的扶着规矩过午不食，过了午时十一点零分起到一点钟，这个午时很重要，叫人吃饭，印度的规矩，印度文化到了佛的时候更严格的规定了，叫人吃饭，确认饮食的时候，中午时人吃饭最重要，人道中也可以说佛，佛也是人类，现身肉体的佛人类，晚上是对道的饮食。对，所以我们现在的鬼使该半夜三更宵夜还要吃，不过宵夜可以吃了，到了夜里一点钟以后算是找人了，你真快吃好了，你还是天人啊。不过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鬼与天人之间，要十二点在酒家里头吃到两三点，十五点还在吃啊，吃的昏头昏脑，白天睡觉，昼夜颠倒，叫做颠倒众生。那这个是，那么所以那一天啊，啊，那一个人回来要赶到这个生产的自知日要到了，要赶到大会场，一个人回来一看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这一小子啊，今天佛带领一班兄弟都出去了，这个大庙子都出家的法师们都光了，他怎么带你？他忙进来一个带忙啊，匆忙都是安了会，因为出家这个时候出门要有上座，上座是关于什么叫上座，要有阿舍利教授是什么样叫上座，什么样叫阿舍利，都有严格的条件，我们下一次补啊。现在差三个时间，记住这两个名字都要了解的啊。什么叫上座，就是出家人出门起码要三师同行，那三位出家人一起啊，这个走路啊，可是安奈只有一个人，这个就犯债了。他说这种债要犯什么债，你不要听到犯债，哎呦犯债了，不要乱打批评也不懂，这样叫是律你债，就犯了规矩，不算严重的，不是罪过，行为上啊，哎，破坏了一个团体的规矩，有一个错误。那么他一个人回来了，到了吃饭呢，他赶紧就脱钵了，出家人身上本来背一个袋啊，袋里头啊饭碗，小孙子说说钵就是一个碗，出去花园花园的门口一站呢，在家人每一家给你什么吃什么啊，汤啊菜啊乱七八糟就装在一起啊，哎，印度人吃饭注意哦，大家没有到过印度啊，当年的懂新疆的人吃抓饭很用手抓的，不过这个手功夫好像哦，当于我们中国人拿筷子三个指头抓的漂漂亮亮的，不像我们抓的满嘴油满手都是油哦，这些童子功从小练起的，等于我们拿筷子也是童子功啊，不过佛早就把这个规矩改认为你用手抓饭，所以说家人呢用糖巧根跟吃西餐，那你就研究佛就懂了，可见佛的这个文化教育思想之高，吃手抓饭印度到现在还是多少年规矩，几千年，可在佛几千年以前一直把它改不合理，所以脱钵用巧根咬着吃饭啊。那么安娜去花园了，他在花园的这个时候他动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非常对，
那我这次发言已经回到那个波斯女王这个城里头来，就是那个都市里头来了。我不管碰到哪一家，一家一家都要接远，因为他想到佛骂过两位同学，训过两位同学，一个是扎雪真的，一个是舍利子、舍利弗。为什么呢？这两位同学都给阿难的修行，啊，师父的啊，对，一个是师父的啊，一个是迦叶真的，这两位同学都给阿难的修行好，在那个时候比下来，猪盖也老，可这两个人有个习惯，有他的习气。迦叶真的是印度的大资本家，祖上大资本家。出家了，那钱多的把钱都甩光了。哎，他所以有一些祖传的真律衣，就服穿的那些袈裟，哎，都是针线编的，仿针线编的这些袈裟，这些最名贵的供养了佛。现在这些衣服、这个袈裟还留着的，还是说现在？年半以后还是指定他不懂他死哦，他现在还活到在云南居酒山如定，要等到弥勒佛来把这个衣服交下去的。那么佛的这一届袈裟名贵是迦叶真在出家的时候供养，他把所有财产。那么他的太太也出家啊，这个两夫妻，所以也叫做真色头头，迦叶真的真色头头。为什么呢？印度人讲的，只是一个人长成黄金一样，假设我们变成黄色的一个出家人，那算不能卫生室还把他抓进去要检查呢？有肝病，这么一生发黄疸病啊！啊，印度真色头头就漂亮了，这个人是棕色人，又黑又红，红的发亮，哪得好看呢？所以这种人，你到香港。人种博览会去看看印度人，碰到这种印度族，白人也有，黑人也有啊，这个棕色人也有啊，那个棕色人有棕人像我们一样，皮肤比我们好，黄的发亮，哎，那一看，这懂了，什么叫真色头头？这个人黄啊黄的有精神，面皮身体都发亮，那多健康啊！黄的像黄疸病一样，又碰碰的那就水肿，那是病人，那只是在公证了。这个，所以他两夫妻要能精色头头，可以长得那么漂亮的果报呢？他多生多世两夫妻都是来跟前布施供养佛的，前生有一次，两个人凑拢了这钱来真主供养佛，这个所以意思。生生世世出来有这样好的相貌，这样好的精神。迦叶真的是大富出身，和他出家以后修最苦出家人的修行叫头陀行。出家人里头的出家人最苦行，因此他化缘，他富贵人家不化，他非常同情穷苦的人，非常同情平民老百姓，他化缘一定要跑到穷人地方去化，他任何化穷人，你给他臭的脏的他都要，他拿来吃，他给穷人培养福报，给他接一点缘，穷人那些最苦最臭最脏的东西给他，穷人还是了不起是宝贝啊，拿出来。所以扎些正在在富贵人家不去化缘，师父的呢还专门去到富贵人家化缘，穷人哪里不去？那么他就到这些富贵人太有钱了，应该化化他，给他求一个功德，穷人已经很穷了嘛，再去化缘化来不好。这两个人呢都给佛骂，不但给佛骂，还有个在家佛也骂过他们，帷幕居士也信过他们，帷幕僧团有的啊，佛也信过他们，不对，你们这样不对，
心不平等，出家要平等修道的人，你心中不要管他穷也好富贵也好，碰到谁就结缘，叫做化缘。你一定分开那么严重，你心中也不对。阿难当时出来吃饭到了，赶紧要化缘，吃饱了，不然下午不吃到明天早上得有再吃啊。哎，他都是还是豆悠悠还是冒啊，也是不对的了。所以他赶紧就出国化缘，他心里想，我不管富贵人家什么人家，我叫化缘。好，这样一化缘，这个姻缘来了，这一化缘就化到了绿灯赋去了。这个绿灯赋这一家绿灯赋有个小姐非常漂亮啊，叫牡丹茄，是有名的牡丹茄女。哎，你不要点头，你来写啊！牡丹茄女不会写啊，她会写，来来来，你不要在那里照了，照什么呢？牡丹茄女，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话，这个人好牡丹啊，就是这个来的，牡丹是这样来的，牡丹茄女。就是绿灯赋来这位小姐，这个牡丹茄女，什么叫牡丹呢？她根据妈妈，这是个绰号，是妈妈叫牡丹茄，是这个等于说小家气派，也可以说中文叫做小家碧玉，小家气，小家之气。实际上她的本名，这位女孩子的本名啊，都叫牡丹茄啊，所以这个人要连到去用牡丹茄女，是她的女儿，牡丹茄是她妈妈的一派，是个家族啊，印度是这个阶级非常深远，换句话在印度的阶级到现在一样，认为是下界的贱种贱民，看不起的，这回国家人看他不起，都要这个女孩子的母亲的家属下来都是走这一套路线，这回国家人看他不起的，哎，你要重要，特别重要，而且佛是破除阶级观念，这个女的最好是成道的，到佛前面就变成平等了，说佛法是平等的，没有阶级观念的，这个是后话，不过我提前来讲了，也是颠倒讲啊。那么安南的话呢，这位妈妈呢，有法术的，这法术干这一行的啊，都有一套本事，有迷人的咒语，用作很多啊。这牡丹茄说的是啊，针头法派，黄法，黄头法有一派，印度的外道。叫做黄法，黄头发也叫做针头，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故意把头发烫成黄色的啦，这就是针头的意思。这一派人种，这个民族种姓不同，这个针头黄法这一派在印度当时力量很大，这个修行的宗派，苦行外道之一，是苦行的。真的就跟现在练又把御前书一样啊，又恶犯啊，叫做解释，实际上就是恶犯了啊，又恶犯啊，要睡觉又为了做功夫偏偏不睡觉，我叫他叫做虐待自己啊，功夫到了自然不睡觉，为了练到不睡觉，那不是虐待吗？功夫到了自然辟谷不吃饭的，拼命练去不吃饭，那不是对自己肠胃对不起吗？对自己妈妈也太对不起，妈妈喂你奶喂大的，结果把我们肠胃拿来饿死，我倒反对，不好修行规矩。这些苦行白外道啊，为什么叫他苦行呢？有些勉强，认为苦行是道，他们有法术，咒语很多啊。那么等中国有现在封城也有了，等于说塞工嘛，有一套化符念咒。牡丹茄女的妈妈会是个咒女，
这些男人经过门口，眼睛都不歪过来看，他一念咒，你非正死不可，就迷糊了，有这个本事。那么阿难徒步，出家人徒步的原因，我说给你们看啊，你们顺便看过这两小节，因为台湾人家外国人去教我们没有佛教啊，没有一个统领啊，没有一个传统，你们也真没有看到过。现在兴起的什么山啊，什么庙啊，不是没有师傅呢，那个和尚徒步出来，那真严肃啊，那一百，跟着这样走，眼睛只能看前面五步，就是看双眼笑眯眯的这样走着，这个背个包袱就是慢慢走起来。很专业，就是那个大衣服一穿呐、啊，跟唱京剧一样。那个是很专业啊。俺呢又漂亮又专业，出了花园，还也不晓得红灯符啊、绿灯符，门口一站，眼睛灯一敲，刚好抹灯前女孩，哟，这个男人好漂亮，可惜出家了，管他们出家我也要。那他就送了东西，可是阿难还戴着那个眼睛啊，和那睡觉一样，不真的看他。啊，我们乡下人讲，漂亮的女孩子不看一眼，犯债的，跟雷公要打死你。阿难也不怕雷公打死啊。这个事情，这个女的就没办法，赶快跑到里头找妈妈，门口。有一个人漂亮了，可惜出家，反正这个女孩子跟妈妈撒娇，我非要不可。妈妈出来看，她就不行啊，就出家了啊，还去出家没念佛的弟弟啊，阿难又没这没有办法。哎，这个摩登前就撒娇啊，当然这个真给没有讲的那么明白，你说我好像当场看到一样啊，我不是编的。在别的佛经上有参考，不过没有像我那么编的那么好，我这个道也演得好而已啊。奶奶要求妈妈，你就要跟我想办法。女孩子一撒娇啊，母爱老是讲啊，妈妈就给她念咒，念咒啊，阿奶就昏了头了，就正去了，到了绿灯处去，去了以后啊，这个灯点上说。我们诸位哪代是不是冷面大女这本身啊？啊，那如果是冷面大女第三页第四行，这个母真前女以沙体伽罗先斩天咒。刚才我介绍过这个咒很厉害的迷人的咒啊，会把你迷糊了，就是现在讲什么开花掌啊，开花我们大陆有真的叫什么真刚掌啊，把你身上一拍啊，就跟他走了啊，这个咒女啊深入隐席，就到了绿灯府的里面说隐席，那就到了房间去了，下面的话就很黄了，佛经上有黄化的啊。隐公父母将会载体，公就是身体。那当然，阿难已经迷迷糊吃了迷饭药一样的，正出来后啊，这个衣服出家人衣服自己都不晓得怎么脱掉的，只是裸体了。哎，规规矩矩的话，这个文字。你看中国文字啊，那么黄的话，四个字写得好美啊，看不出来黄啊，这就是文字的高明。隐公，公就是身体，这母生子女，两个人都是裸体，两条裸虫躺在床上了。隐公，父母啊，那就很严重，不必形容了，你看那两个字就知道了啊。父母，将会。代替威胁到了万峰，就是那一下，快了快了，威胁急了，
啊，就是那个运动场上倒出来掉倒数，还有两秒钟，一秒钟只能满掉了啊！正就是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皇宫内，皇帝听到带到一班弟子在吃饭，释迦牟尼佛神童来了，完了，晓得阿难在哪里出事了。大概最后啊，我看佛也慌了，那两条根带就很快塞到嘴里去。摸摸嘴，就给这个皇帝说谢了，就叫弟子们赶快去回去。这皇帝也看不对了，他的皇帝的老师啊说：“你今天佛怎么搞的？那么行事匆匆忙忙，好严肃，好像这个脸上本来笑眯眯的就不大笑了。这个很坏蛋，而且叫一般弟子快点跟我回去。”全体大概有些啊。连那个最后一口饭都没有吃干净啊，赶快服下了命令就跟着回去了。这些大菩萨们啊，文殊菩萨及他人等啊，都有神通知道了，统统跟回来。一跟回来，佛就马上掌住两个盘坐椅的啊，两个盘坐椅坐。所以啊，他就这个花样就来了。释迦牟尼佛拿一个真功夫也难得表演一次哦，这次是真表演功夫了啊！楞严经上有三次的重要，三次真正严重，也可以讲五次放光。佛的真正放光难得看到，他这个普通人肉体，在这个时候他回来赶紧向坐，两腿一展，他一边阿难那一边威胁的很哦，还有三秒钟。三秒钟，注意啊！佛已经赶回来了，两个腿一盘，你坐坐定。还有莲花，莲花里头有他自己，又打一个盘坐，坐在莲花上。也可以说佛在化身，主要从头顶出来，有光啊，头顶出来有光，光里头有莲花。莲花宝柱，莲花宝柱上又有一个释迦牟尼。那中国文化道家一个淑女王说了讲，身外之身，那不说了是化身，也可以叫做化身，也可以叫做化身，也可以叫做报身，很难明白的分别，放光。头顶放光，他们。那么，这个肉体啊，我这个肉体坐在这里打坐，已经当然我头上没有光的啊啊！我说我操，这是叫文殊过来，文殊菩萨、大菩萨、大乘菩萨，一定要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观音菩萨，这个时候都退了一边就不能用，大智文殊舍利菩萨。叫文殊菩萨过来，那个头顶上莲花宝座中间那个佛，就赶紧叫文殊菩萨，你听到我传你一个咒子，是后面的楞严咒，就在我们出家人啊，这个晚上晚课都要念的那个咒子啊，早晚课念的楞严咒，就他你赶快学会。楞严咒立刻用你的神通，快快，好像一秒钟，你赶快去救阿难。文殊菩萨本来是佛的老师，这就是赞成徒弟，老师赞徒弟，当然懂了，马上把救子一念一个神通，就是那么电影上，就飞过去了，到了那个绿灯附近了，这一下就叫阿难吹吧。两个都穿起来，念咒子跟我走，这两个衣服穿上去带回来，带回来，阿难还在迷迷糊糊的，不过衣服怎么穿上也不知道哦，这个时候啊，连摩登前女都跟来了也不知道，跟到佛前面，阿难一见到佛清醒了，跪下去大哭。我几乎完了，只差一秒钟。
没有完，还是完整的啊。就是这个故事特别注意哦，注意啊，楞严经的开始就是你看中国孔子讲男女应是男女，哎，姐呀，老哥，你怎么说这个呢？啊，应是男女，认是大义成业，一个词的，木来的词的，饭吃饱了，哎，中国人的老话，保暖就是隐喻，饥寒发盗生。啊，保暖是隐喻，饥寒发盗生。啊，人饭吃饱了，有钱生活有余了，所以男人们啊，穷的男人，所以说提供贫贱呢，一个夫妇结婚，这个太太呀、啊，就穷人的太太不想离婚，这个太太很难了，出工出贵难。哎，做丈夫的呀，到了中年以后发了财呀，不出花样，那个好丈夫、好男人，哼，我功夫会难，只要有办法想花样去了。啊，回来说嘛，哎，我公司忙，回家说是生意忙，嗯，对，啊，所以说屈躬贫贱难，出工出贵难。那么刚才也讲到啊，这就是中国文化哦，简简单单两句名言，人生做人都是道理在内，保暖就是隐喻，吃饱了饭，是吧？要讲饥寒就发盗生，饿极了穷极了，抬一横，抢人头人都来了。所以呀、啊，大政治家观众，我们的。中国古老的孔子大政治家主张是社会经济协调安定，每一家富有了在教育，这个国民得有文化教育，生活基本要过去。那么现在我们重点讲到这些道理，可是阿难这一次出事呢，其实啊，人吃饱了保暖冬阳衣，那是自然的。所以呀、啊，还有个中国人称为贤人，圣人裁剪的，管他剪子蛋的啊，不是那个贤人，不是在台南贤堂的出来的啊，就是圣贤那个贤，叫告子，跟孟子了同。告子说：“啊，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讲的，告子讲，食色。正业实在饿了要实在口干了要喝啊，男女关系人生，那么这个是不是人生？人生瑜伽的人生，我们是瑜伽哟，是佛讲三寨啊，哎，三寨，嗯，你耳朵你只好站着，膀子是要长平了啊，你现在啊，我们人一切众生欲在的生命，什么是欲呢？应是男女。哎，欲在的生命，实在，实在跟我们没有欲，但是还有谁哟？还好谁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实在。再过来这一代无色债，所以我常常这个方便啊，不是斗争的地方，我常常就是方便的地方，怎么样叫做佛说的三债、欲债、色债、无色债呢？拿我们两个世界来讲，欲就是欲，色就是爱，无色就是尘。你用耳朵，用手啊，这样想法多，欲在情爱欲，就是勉强的地方，就是三障。所以真正修行是要跳出三障，怎么跳？怎么跳？
冷面灯这一部戏的确是正在向大家介绍这一部真正来源，就是俺们第一个问题碰到了人生第一个问题，饮食男女出了问题了。俺们就问是好修，也有修持修问很好，都出这四大弟子里头都问第一，修问好，佛法的道理全懂，佛学的道理全懂，就是没有感悟，功夫不到后，功夫不到，定力不够，一碰到这个正在又进那个外道之咒女一来，迷风游一来啊，哎，那个强力胶啊，加上哎，那个迷风药叫什么？我一下记不得 ，LSD 是吧？那个药一吃啊，哎，他全昏了，有定力就啊，这个时候在了。好，这一部经就从这里开始，这个故事开始，你注意啊，就是从欲的故事开始。为什么呢？我们通通欲念生的，我们父母生我们，我们来讨财就是这个欲，无论欲这一念来的，欲在这生命不大是人哦，哎，哪怕动物，哪怕是植物，都是男女阴阳两性结合才能产生生命。所以这一部经解叫什么大福等，古人来个大福等，这是最高的境界啊。密因有一个秘密在里，秘密在这里，这也是秘密之一。要想修行第一关，这个东西了不能生化，不能了脱，情爱欲不能解脱，免谈修行了。你就是多问佛说道理最高最好，比无奈比阿难不会超过阿难，都没有办法，非法不可。那么这一关老实讲谁能够过得了？所以我们宋代儒家理学家朱熹先生，朱熹先生很多地方，我说幽默大局生活对待也很公正，学问道德都很高。作为朱夫子，我们年轻小的时候读的书都是读他的注解，我现在看都不看他的注解，所以我在四处住宅，我有四处都懂他两样。哎，他那个时候很古怪的，就是明朝中清朝四五百年之间，那个时候你像考联考考取功名，不读朱熹的四处住宅，你休想考功名。当我们小的时候，老师教的还是这一套。朱熹认真为了一个朋友啊。忠臣后来于太太，他就写了一首诗叫他十年佛海是一真称啊，啊，十年佛海一真称，十年一个人为了忠贞爱国流亡到外面，终身不二，把自己生命都看得很深，十年啊，家住里欧贵有情，下注一个礼物，礼物是什么？就是女的那个漂亮，一笑起来就两边有个酒窝啊，那因为电影明星有酒窝啊，我记不得了，不对，以外到现在还没有酒窝的，那应该挖两颗还，一个礼物，下注礼物，贵有情。世上无与人与血啊，居然到此之物平生。朱熹先生那么笑他，不过后人也有人批评朱熹先生过分了，这个是不对的。人家笑他，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不像你那有非法了，陈奎那么乱搞，你都不敢说一句话，
哪边看着就乌还厉害啊，就没有真胆子，那个不谈了啊。就是说我现在要用的是他这两句名言，世上我是两遇险，既然到此悟性生，多少修行到了最后啊，垮了。像我小的时候听到一个故事，我祖母讲过，讲给别人听。因为小的时候站在祖母旁边，妈妈旁边听故事，祖母妈妈以为小孩子还懂什么，其实我们都是人小鬼大，还早就有一点迷迷糊糊已经懂了。我记得祖母跟人家讲，他是有一个老和尚啊，六岁出家修行，到了83，在这个山上啊，修行啊，活得很啊，83了。快要请到就请功了。其实我现在想想，我祖母也不懂什么叫请到，他也听老祖母说来的啊。快要请到那一天，观音菩萨来是他，就是这一关了。这一关过了以后，这个老和尚83岁啊就请到了啊。他一个人住在山上茅棚里住到，有些大风大雨又下，海风来了，大风大雨，突然来了一个救下来的女孩子，一身都淋的呀，湿湿的，到了这个茅棚了，在老和尚前面一跪，他在老和尚茅棚，你把门打开一下，风雨打雷那么大，给我走一下。老和尚不行，我们修行人不懂你的正来。他老和尚，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这个时候还不做一件好事，有什么？你也80几了，有什么关系呢？啊，老和尚想想也对自己打坐修行了几十年，开门给他进了，一看这个女的一身裸着就出去，啊，你在门旁边坐着吧，啊，女的就坐着，哎呦，冻的那个样子。他老和尚，你看，你在那个破和尚，你给我换一换吧，啊，哎，我受不了了。跟老和尚后来东讲西讲，不行，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又叫我们出家呢。最后说，又发抖，哎呀，老和尚，你在哪里打住那个棉被旁边给我挨一下就没有关系，你80几了，修行几十年了，最后就然后让他上床了，慈悲嘛。上床的女的本来是屁股尖的了，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躺下来？我跟你讲过，屁股尖的时候坐不住啊，只好躺下来了嘛。躺下来了以后啊，他老和尚一看，这个很危险啊，犯债啊。中间一个大木鱼就摔倒，他注意啊，他们这个是山，你在山这一边，我在山这一边，你这是没关系，我面向山上冻得要死了。好，后来老和尚到了。半夜过了，说来的解释不对了。6岁修行到83，就坐起来。哎呀，我就一觉翻过了母鱼山，这一下完了。这一觉翻过母鱼山，要抱那个女的呀，抱不住了，没有了。一看，观音菩萨站在空中，不行。打下去，来生再收一次。这是我小的时候听来故事。这个世上无语人事，六岁八岁，我记不得了，差不多了，都2岁没有关系了啊。六岁出门修行到83，到了最后还一觉翻过了母鱼山，你看多危险！这一关难过，念叫冷念成都呀，命运这个毙命就在这里，就麻烦，就要化掉这一念。有时候不是你想乱了，那个生理上到了那个时候起了变化，你怎么办？就像第一个问这个怎么办？所以道家要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请问你怎么化？有时候两边不是心里要犯这个事，
他心里的需要干了这个事，现在叫做肾问题，老年一样的存在。据我所知道，三过83不稀奇，90多岁还有这个问题呢。我有些朋友80-90岁了，最后还不来跟我讲。我说怎么母女三又来拉手对，问题还是有。那是人生啊，不分男女老幼的。如果生理更健康，问题更大。当然病兮兮的呢，病兮兮也有。病到快要死的时候，人快要死的时候，第一个最严重就是余孽，所以人快中下来，这个怎么了？那么勉强的小熊的概率啊，断欲你断不了，断了以后，所以你看小熊的概率给你说在正行上不犯淫债，你看看啊，正行受老和尚就在这时候在上面叫啊啊，比如说你要出家了，出家了，第一条正行受不犯淫债，能走佛，有些讲能持佛，是要问其实用不着那么念的啊，因为古文写了，后来一般和尚就不晓得变通。能持佛成真一样，即是能持法，就是说你要不犯淫债，你能够什么，是这个话。所以现在人啊，莫受请归，就不肯学。为了只顾像我这样讲，很难不能乱讲佛法，即是能持法的文念，翻过来就说你能持吧，可有个条件，正神咒，这条怎么讲？神咒这个肉体，寿这个肉体活60岁就是你的寿，活100岁，这个肉体活100岁，这条叫只管你这一生哦。结果你死了，这鬼没有管你哦，懂了吧？这也是命运。那么可解这个瘾，你杀造瘾，就因为有这个身体肉体存在这个问题发生，不是完全心理作用，还有生理作用，怎么样把它化掉？傅医生化给你们看咯，刚才讲过了，一开始傅医生就化了，去留意哦。但是不要去乱说，你说我要来一个坐在顶上，你坐坐看，血压高起来，别整张病我不管啊。哎，可是这个里头大命因，所以这一方向的大不等如来的命因，修正了你，修楞严经哦，要注意哦。就是从来这个命因大家不懂，都讲到边上啊。越是不讲，越是讲不，越是讲不出来这个意思，我就不对了啊！这个真正命运，就这个故事这样开始。我们发觉，现在有些真正讲修行的朋友，注意这个命运。刚才我说报好的故事，如果你是阿难，你就麻烦。我们还不讲阿难哦。第一，阿难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也是世子哦，相当于太子求生哦。那漂亮的宫女们解除看得多了，他没有出家以前犯过这个戒律，查无证据。但是可想而知，他出家的时候，一个太子10几岁都是在宫女手边长大的，这又算什么呢？可是出家以后他没有再犯了，这就很难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过经验，在这个行受还在，在这个行受之间，这个肉体之间有过这个经验，而能够守住在一种千难万难，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看向木曾前女，而木曾前女的妈妈用了咒语，他就入迷。但是他在迷迷糊糊中，他自己没有主动哦。这个时候的也是这一幕剧的主轴是那个女的哦，木曾前女哦，安娜是被动的，而且他那个时候风力在一点。哪一点灵敏还存在，没有做主动啊。不过快了快了，只差一秒钟一秒钟我们就不下来了。哎，大概就那么去可以吧，这么走那个组织吸引力就把它带过来，你别说能念住啊，两个就带到佛前面来。阿难一见到佛，这一段修行第一步哦，命运哦，命运哦，大家自己承念到了，因为我不是安娜啊，我只能讲到这里。那么你说假设我也知道一点，为什么不透彻给大家讲？因为那些在后面有啊，我现在讲了这个声音就做不成了啊，后面还有大堆啊，要大家自己寻寻是吧？好了，现在开始我们看楞严经本文啊。那阿难跟佛两个对话的时候，开始了这一段故事记载了。这个三页啊。阿难就跪在前面了，看到姑姑，也就是佛啊，就哭了，这个哭啊，又惭愧又难受，而且我跟你那么多出家人，那个最后我还不行，这一关还过不了啊，这个是这个究竟先天哭了说那个味道，怀着有没有？这个文殊菩萨你垂点道也好嘛，有没有这个作用我就不知道了啊，对不起啊，那阿难菩萨我是故意开你玩笑的啊。现在好了，看本经了，二十四经在大众中书经色集，这个文字怎么讲啊，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几句大众有三摩地来大佛等修楞严王具足外证，此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是在这层。这个阿难跪在那里哭了啊，忏悔说啊，尔时这个时候，尔时白话文说这个时候，古文叫尔时，就在这个时候啊，世尊是佛书经这笔，他坐在上面，把右边的膀子那披着袈裟，印度那是右边的膀子是光的，这一边是衣服。就是现在我们看的是右手看到这个阿难跪在下面，在他前面哭了啊，说这慈悲要来了，本来手在那里打坐摸摸阿难的头，不要哭了不要哭了，这出生在地生在这个黄在发亮，摸阿难的摸摸他的头，在密宗嘛叫做观顶，但当时很多西藏人忽悠我几十年前到西藏看到大家有希望大来感染呼呼摸个顶啊，这就是正念消除了，每个地道前面那个呼呼一出来，那些女的啊头发铺在地下，希望铺在这个头发上，不让这个呼呼的主神感到你吧，那个单程爬来一出来那怎么办呢，千千万万多少人跪在那里要摸顶，那个单程爬来呼呼，那个鼻啊膀子啊中国差不多长
也没有办法，书经这些每个人头上都摸一下，说那好，前面有四大金刚，哪里人呢？你爬尔那些经那些人，有些故事高的啊，就是我们上海当年叫印度阿斋啊，故事比我两个那么高，又粗又壮，拿一个竹鞭子，竹鞭上吊在那个布很长皮的一样。那个大裤子把那个鞭子哗一打，下面不管你跪着几十一百人，每个头上打着又肿又破的，啊，代表了佛魔阵。所以我念佛陀摩这些阵啊，我跟他摸摸还差不多。我这些我不要换阵都可以，我回来到理发店洗洗头，不是换了阵了？何必这样这样换呢？啊，这个是都是啊，叫做啊。止果而不化，这个止果而不化，就是被法执所障碍。佛在这个时候摸顶，是跟慈爱在前面，结果变成那么迷信了，被活佛打得头破血流，又不是活佛打，那些印度阿赞啪啪乱打一顿，那就代表他摸了顶了。回来还要铲那个大木高万斤油吃高油吃火苦来的这下子女是无过于此的这叫大自作女人那话就说这个精神比那是穆阿难的告诉阿难明白对阿难说这个一句大众这个主这个话穆阿难的头不大给阿难讲，也在大家讲，就是以阿难这个做题目，阿难当然是主轴了啊。借这个机会，这个佛陀教育法，你看这件事情出在阿难身上，出在别人身上不大好办，因为阿难他的堂兄弟，佛的堂兄弟，出在自己兄弟的身上啊。不出在其他的徒弟身上，其他弟子们身上，人家还有别的话可讲。我这个堂弟跟他们，只是跟在身边，结果修行那么久，第一关就通不过。所以阿难说呢，借他这个题目，这就是佛的等同了，告知大家。现在也告诉我们，有三摩提，三摩提是三音梵文，有古代梵音三昧，三摩提三昧正受，如此到最后，这个脑部的顶轮一定开了，到顶了。不是西藏女中说啊，破瓦插个草，从那插个草啊，落草为寇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在四川看到人家头上插个草，就是说卖野人头。我们也是也到抗战，刚去到四川，看到人头上插个草很少了。就是说这个人穷的没有办法自己要卖的，还是天天上来做工作可以啊，是这样弄一些东西要卖的都插开草，结果到了西方生命中头上插脚，我说我不卖，这个最后卖啊，这个卖野人头不干啊，这还是正门开始真的都能念往，不是自讲理论真功夫，宇宙外这个功夫，这一能见地，这一能普法，具备了一切菩萨道的各种修行法门。这是第二点，是帮助来一门超出妙装的。第三点，这个法门不大是一个佛。
四方如来，东南西北上下，还是要成佛，必须要通过了这一关，只有这一条路，那就要找路。遇见来的生命，就用遇上这两，什么两个大定律？这四方如来就是这一门，只有这一条路。这跳出超出跳出三界外，这一关了不了。你说那个压制那个阻塞非常难，纵然没有男女关系的犯罪，犯淫罪的方法很多很多，哎，所以古人说用命令展示出你骂这些那个阻塞，他说你以为你受债了，用命中产生中改强问财学生，改一个强听到你猜女人头上的猜过去女人头上叮叮当当挂了一大堆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啊，就听出来是女的来了，现在听的什么改强问高跟皮改生，你只要听到高跟小的是高跟皮啊，你就过来了，已经犯了成淫罪，因为你有分别心嘛。这真正不犯罪男女没有分别了，我看女的就是男的，男的就是女的一样嘛。改成问猜踹之踹，就是反的，嗯，啊，猜踹就下面就不要写字了呗，就是等于犯罪。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你还在那打坐，你看讲这一块都难，要在分别中不分别，所以佛教的在表示莲花，莲花在最脏的泥巴，泥巴越脏它出的莲花越清白，这个道理就要参悟了，这就是禅宗，这就是话头要参，啊，干净的地方生不出莲花来的，真正的没有泥水越脏莲花越圣洁，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所以他要传法给阿难，是阿难这个问题发生的，阿难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不是我们欲界中一切众生都是这个问题，谁都讨厌这个问题，谁也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问题，救过了都后悔，到时间都救不了了，这是真话，不要是假话，但是要把这个东西能够升华得了，变成大路，走正慧之路，你成功了，你守护的基础就有，不能得暖得路化不掉，这个不能练真化气，不能练习化身，你说我在守在，你不要欺骗自己了，我不能骂你欺骗人家，嗯，真正他还讲一个话，这庙那个文人清朝文这件事情啊，人人都在做，是个个不肯做啊，我是干那有事做事啊，人人都在做，个个不肯做，表面上假招生，其实佛现在你看你自己念着冷眼神，这样圣洁的佛经，你说他那么慌，就提出这个问题来说话，就懂了吧，这方真就是那么庄严那么神圣，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来说法，就更走到这方庄严庄严而神圣，所有的生命基本的问题修行从这里开始，所以佛在这里也讲，他我现在要告诉你，要修在这个上面，第一个佛法就在这里起步，能够超脱了，
这是解脱。这个法门有三个重点，叫做大福等修能灭亡，具足再生，十方如来一门超成妙庄严录，至真谛听。对八十岁阿难讲，就是打丫头骂，骂的是小姐，骂的是大家。叫阿难，您现在要自己的称，叫大家你们都要自己的。下面来了，下面来了，那个听一个礼拜，那到时